我要特别帮我们立委宣传哦，大家记得吗？我们那个前两年我们是不是反对这个劳基法修了？对的，包括今年的1月8号、9号、10号。1月8号、9号、10号，我们在立法院夜宿的时候，我们的立委亲自来找我们，然后来慰问我们。他有来听到我们的诉求，劳工诉求。我们现在的劳工真的需要全民一起来关心哦。我想，这个大家都是很关注这个劳工议题的哈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们到县政府哈，我们会彻底的改善哈。劳工处。他所要扮演的角色，不是说一定现在做的不好了，应该更加强。然后呢，一方面看以现有的法规，我们劳工处，他哪一些还没有做，比如督导劳检啊各方面啊，没有做好的啊。另一方面就是说法规不足的，那要如何再从法规面做到更好。